装好。夹死它。夹死它。在某方向一定要这样子。先存打码机，再存这里。看色标，色标，先调好这个光电颜色，调好光电颜，对好色标，对好色标，对好色标，然后看一下启动，看一下这个光电颜亮不亮。闪一闪就是说明感应到色标了，然后你开把这个定跟踪色标的它们开了，色标跟踪它会自动跟上，
果现在差一点点的话，差五毫米，不是到五毫米，甚至切断位置都长差五毫米。现在已经切到了。然后可以放物料，物料一定要放在两个色标的中间，两个色标的中间，然后就可以自动包了。Thank you.